雄昏睿。提高混沌之中对你也不用，你是提醒我要记得处理的性命吗？嗯，三口正你不一一进来，只是咱时间之事，不是我人插手，可是符合你的个性作用。你为什么要进去？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不雄。医生，你当然在。老头最贵性命，为吾亲是专有性。这是注定在的该我心心上的宿命。完成了宿命，又醉了心。我不恨你最贵事情，却恨他不秀在我母所恨，糟蹋了这口的混沌之中。所以不管将你再继承我心意，哈哈哈哈，就扣，东西就扣。如果你真想得到混沌之中，就该依照我心的传承向我挑战。这就也是无幸会外败，因为老头偏心。我将所有的勇士团过，都赢不赢？一生功亏后人，你真是丁秀爷性命。行李顶处暗损我的血迹，想未到你要对路，竟然借此机会也以我人联手，为拜托一下，你高手嘛做个真无品兼无忌，竟然也敢管别人，现在是怎样成功成赢吗？哦，就这样想走太简单了吧？你想杀我？爱问你清不清？我三口剑要杀人，是要别人的威胁吗？公会的，父亲，这边最少是看自己的心情。喂，你要方向丢了？两个走，你是昏了头？父亲，既然是你决定，就不用对我讲父亲。哇！喂，有猎人我毛昏，真偏心。哦！这是异国。你说我是故意异国，真是异国了。卖这块了，咱回去。